第三出场顺位的是汪汪。让我们来看一下汪汪是谁。让我们欢迎李承铉。四川人也没错，你看四川老公也算四川人。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承铉，我是中国女婿，在中国待了16年。那我们的歌，承铉来了。黑夜的苍白中，算暂时把我。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歌这一季是要跟不同的人搭档做不同的风格的一个曲，所以这次在我们的歌我也是希望可以遇到特别的一些搭档，然后做出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一个舞台。还是一群哇塞，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哇，大家挺好的。好了，各位，现在站在舞台上的就是我们的汪汪，非常帅气的李承铉哈。汪汪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有必要先要讲一下。其实没有太深的意思，我觉得我选了一个猫的这个头像，然后猫一般都是喵喵，但我觉得自己幼稚一点，就把它叫成汪汪，狗叫的那个声音。对，因为我女儿肯定会看嘛。然后他特别喜欢各种不同的猫的一些动漫的东西，所以我就选了他。看节目的时候他比较容易猜得到这个是爸爸。那我们也知道你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你今天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的首秀，你会选自己的歌还是选一首别人的歌？ solo 这个舞台既然抽到了，那我就表演一下我自己的歌曲。你自己写的歌吗？是的。哦，歌名是意料之外。我知道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我们待会儿可以分享。好的，好不好？舞台留给李承铉。All right， Let's go。像的星星，我总数不清，随着你感应，随着你感应。有个声音太大，你听见了吗？那是我在心中绽放的烟花，故事孤寂来不及表达，最后剩下简单的话，这世界还有谁充满我的周围？你是意料之外唯一的存在，茫茫人海黑白世界有无尽的色彩，让我慢慢看氤氲迷人的
旋律来编排，充满着偏爱，呼吸就像天籁。It's heavenly design， 我的秘密揭开，一切都这样自由自在的来。你向我走过来，心跳会自然而然漏节拍，感觉没人能替代，代替我给的爱。Hey! 你是意料之外。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演哈，我觉得你表演完 Maria 应该找到她的搭档。谢谢。我喜好。我喜欢。我喜欢。Yeah. You like it? Te quieres? Te quieres? No. 喜欢。Oh, tú quieres? Tú quieres? Okay. Sí. 所以你刚刚实际上是在用一个西班牙语在问他。对对对，我高中的时候学了一年，但是很多都忘记了。对。Where are you from in America? I'm actually from LA. I'm from Miami. Welcome to China. Thank you. Wow. Do you like him, his performance? I did. That was amazing, for real. The whole choreo and everything, I wasn't expecting that. That was really dope. Gracias, gracias. Mm-hmm. Yeah. So you can next level your choice. Yeah, it could be a possibility for sure. That's definitely matching my energy right there. Cool, cool.所以说我说你刚刚在舞台上那个舞蹈动作一摆，我就觉得你的那个 energy 跟他就是很搭。OK,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We can look forward to it, maybe. Yep, let's get it. OK.可是我刚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我不介意。你不介意哈？没有秘密。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提词器上面给到的全是汉语拼音呢。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但是拼音我已经看了16年了，我有自信我拼音可以比现场的任何一位看的速度会快。哦，看拼音速度快。即便您是主持人，但我的拼音的速度应该会比您快。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啊？怎么比？你们说。就读他的词，一起看谁的语速最快。OK， 我读第一句，你读第二句。好。睁开了眼睛，感觉你呼吸同样的频率。天上的星星，我输给你。结束了，结束了。这个还真的不太习惯，知道吗？词作者在写给你的时候是写中文还是写拼音？是这首歌呢，原本我创作的时候我是用英文来写的词 Rainbow 嘛。对的，这个是 Rainbow 的中文版嘛，对不对？是的。但是我老婆她就说你这首歌应该要有中文歌词，然后我就说那要不你帮我写，所以这首歌意料之外是我老婆写的歌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首歌是曲更好还是词更好？肯定词好呀，曲中。所以我要问小鬼一个问题，喜欢吗？
特别喜欢。那你觉得词更好还是曲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对，我觉得都好。那一定要选词或者曲哪一个？不是哥，怎么连你也这样对我呢？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还在盲盒里的两位，你有猜到他们是谁了吗？我猜到楚神是谁。楚神，对对 对，没有必要拼音，我就不知道嘛。应该跟我老婆熟吧，楚神。说实话嘞，我确实是第一次在现场看你唱歌，之前跟你没有那么熟，跟你老婆更熟一点。啊。你今天的回答满分，那回头我给她发个消息，跟她说一声，老公表现很不错。谢谢。这个旋律呢，我觉得写得很好嘛，我觉得这个词跟这个旋律怎么这么配？因为我们知道中文写词很难的点就是它有四声嘛，那经常加了四声的考虑以后，它跟旋律有的时候是会打架的。对，所以这个适配是有难度的，这个歌词要把这个曲子的灵魂写出来，这俩必须是 soul mate 呀。所以后来他说是他媳妇儿写的，那怪不得你俩是一对呢，你俩不是一对谁是呢？那能延开讲一下吗？这歌的最早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其实我写这首歌英文版 Rainbow 也的确是想着他写的，我是在有一天在飞机上，我看的那个云，一般我们看到的彩虹都是在云底下，就在想如果这个彩虹是可以突破它，然后就一直走会是什么样，然后的确是跟我老婆当时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来写的。你今天这个表演你有没有跟七哥讨论过？我昨天彩排完了以后我也汇报了一下我整个一天的过程。对，每天都要汇报的吗？他是我的创意总监。对，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炫哥，非常谢谢李承铉，谢谢。